今天是2023年5月15日，星期一。腾讯音乐有你榜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周榜榜单。周深的新歌《浮游》非常可惜，在最后一天被反超，屈居第二，没有能够再次刷新有你榜的历史记录，确实有点遗憾。不过，周深还有很多好歌、新歌，来日方长。另外，在歌曲五大维度方面，该歌曲拿下了推荐度 Top One。同时，在最新一期的 QQ 音乐 MV 巅峰榜中，这首歌曲拿下了内地榜的周冠军，还是很优秀。在新一周的有你榜实时榜中，目前是周深另外一首新歌，也很值得再领跑。期待这首歌曲能够拿下好成绩，小伙伴们继续助力周深的歌曲吧。接下来看一下海外榜，好消息是周深的歌曲《铃芽之旅》在新加坡第一华语大榜最新龙虎榜中终于闯进了前三，拿下了周榜第三名的好成绩。这首歌曲是从上一周的第四名上升了一位，这还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对于小编而言，这个榜单的分量还是很重的，毕竟榜单上的歌手除了大咖还是大咖。期待周深的歌曲能够拿到更高的名次吧。另外，从季度来看，周深凭借歌曲《焰火》拿下了最新龙虎榜2023年第一季度五大最受欢迎男歌手的第五名，同时还是这首《焰火》也入围了第一季度20大最受欢迎金曲，排名第七位，还是要恭喜周深了。喜欢周深歌曲的海外小伙伴也请继续助力周深的歌曲吧。奔跑吧接下来是分别会在南极和马来西亚录制，整季奔跑吧的录制也接近了尾声，感觉又要到了不舍的时候了，且看且珍惜吧。对于周深上一周的成绩，你感受如何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神更新。